宝贝，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年了，我总觉得好像跟你已经有十多年的生活的感觉。 Go like the stars that fill the sky, like the way I feel when I hold you。 虽然第一次见面却不觉得陌生，原来一见钟情是如此的美丽。拿合力吃吐司，然后三十秒咬出你跟心里的。你第一次见面是几月几号？五二零啊！一辈子都要把老婆捧在手心呵护。Go in the quiet of the dark, in the caverns of my heart, show through.爸爸知道你的想法，而且个性很勇猛。我还希望我把女儿交给你，希望你一辈子疼她，哦，不要让她有委屈。说爸爸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美满，祝福你们。希望你们夫妻以后能够一直度过，这样我很安心。可是长大之后，再找你们要养一个家真的很难。那我现在找到我的终身伴侣，你们终于可以放下那个石头了，不用再为我担心。我和哲都会好好孝顺你们。我牵你那只手的开始，我就决定接下来每一天的每个日子，我都一直牵着你的手走下去。你总是让我觉得很窝心，也很贴心，照顾我，呵护我，让我在你的世界里可以很轻松地做自己。因为有你的出现，丰富了我的人生。谢谢你决定愿意陪我继续地往前走。我很幸运跟你成为一家人，更是终身的伴侣。I was lost within the